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场面非常生动。我的童年已经不太清晰了，我希望给我女儿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现在我的心情挺紧张，挺激动的。我不知道我女儿怎么样。哇哦！这么多小孩看着你呢，你丢不丢人呢？长不长面子呀？啊，老公，不会吧，老婆？老公，要不然再让心儿缓冲两天吧。还缓冲啊，老婆？按道理来说，咱家女儿去年就应该上幼儿园了，我们啊已经落后了，不能再缓冲了啊！你凶什么凶啊你？呀，我心儿从生下来1450天了，她每一天都跟我在一块儿。你说她去幼儿园，她万一想我怎么办？是不是心儿？你看她都想我，都舍不得我。首先呢，我没有凶；其次，该准备的是你自己啊。你现在这个吧，叫分离焦虑症，全职太太基本都有这个毛病，你自己得学会调整，好不好？嗯。陆晓东，你陆什么陆你？我这是爱我，怎么能成病了？嗯，根本都不懂当娘的心，孩子不是你生的，你个没良心的。你看看，说这话，哎，宝贝儿，还不劝劝你妈？妈妈，你哭得没完到了了。我还要去跟小朋友去玩去了，陆晓东，你管管你媳妇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心儿，真想没良心的，还给没给妈妈说再见呢？哎呀，妈，太远了，干什么鬼呀？这都是美好的回忆呀，老婆。差不多就行了啊。我给心儿送玩具去啊，别迟到了。你给我打住啊！别以为你的小心思我不知道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上班的第一天。魏总，这是我5年前的毕业设计。魏总，您找我？吴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是我们公司新招的设计师金灿灿。妈妈，还真的是你啊！哎呀，太久没见了，我想死了。啊？你们俩认识？何止是认识啊！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是一个寝室的，他是副班长，我是班长，我们搭档可好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？人瘦了这么多，哎，你长个了，脸上的痘痘都没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你这次变得我真的，我刚才见你面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有认出来。班级里面微信群，你怎么从来不说话呀？我还以为你不玩微信呢。我问你啊。看，心儿妈就是我，相册里面都是我女儿的照片，好看吗？哎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魏总，您在人事安排上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人分到你们部门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咱俩一个部门吗？太棒了，咱俩在此双剑合璧。小金，胡曼是你的主管，以后做什么你听他安排。你先跟我来办公室吧。谢谢魏总。嗯。
曼曼，太棒了！哎，这是我的办公室吗？电视机，咖啡机呢？曼曼，我跟你讲，这咖啡机我都不会用。哎呦，太舒服了，感觉太棒了。这么大呢？哎，我第一次工作就有这么大的办公室，太好了。摘朝阳的呢？这是你的办公室啊？哎呦，曼曼太厉害了！这么多年你都怎么努力上来的？以后别一口一个曼曼，之前我们是同学，现在是上下级关系，以后请你叫我胡总。胡总，多生分呀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叫你曼曼，叫曼曼挺好的。公事公办，生分先好。对了，你右手边有一沓发票，把它拿过去全部贴好，下班前交给我。发票？你看什么？发票你都不会贴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你说我是学设计的对吧？你让我来贴发票，这不屈才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不合适。你刚才看见门口那个女孩没有？前台的，她之前是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，现在一样也在前台端茶倒水。我让你贴发票怎么了？行。那个，我办公室在哪儿？你看看门口吧，哪儿空着你就坐哪儿。哦，行。那我贴起来啊，中午一块儿吃饭，我给你发微信啊。等一下，友情提示：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家。以后该带的东西带，不该带的东西别往这儿带。拿走。是吗？这是我姐们从美国给我女儿带回来的。给你女儿带回来的？对呀、啊。你已经有女儿了？我女儿已经4岁了，今天刚上幼儿园。那你是辣妈啊？辣妈、啊。我给你看看我女儿照片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像我吗？哦天哪，你女儿真可爱，那眼睛好大哦。啊、哎，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保养的呗？能吃能睡的呀。是吗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上班时间瞎聊，瞎聊什么呀？赶紧回去工作。看什么看啊？苏小可，现在马上把你的设计图拿到我办公室去。哦。哎，为什么那么怕他呀？你说灭绝师太。灭绝师太。一安公司呢有两大男狂女，这其中之一啊就是灭绝师太胡曼。他呢把这公司啊当成是他的家，把工作呢当成是他的男人，这常常的没有爱情滋润啊，所以内分泌一定失调啊，真的是超级可怕，超级变态。等一下。喂，胡经理，哎，行行行，好，我马上给你拿过来。嗯，好。你呀、啊，自求多福。可这什么意思啊？我
见谅哈，放心吧啊。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胡曼吗？就因为我当了四年的副班长的那个，他现在成了我的上司了。他竟然把公司当家，把工作当男人，长期没有爱情滋润，现在内分泌都已经失调了，可变态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他竟然让我填发票，他当我是白痴呢，他才是白痴呢。您这是设计稿啊，在这里再多添加一些古典的元素，然后感觉看起来肯定会比现在会舒服一些的。好，哎，别听。金灿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破手机，又没电了。啊什么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我发票粘好了，怎么办呀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也要跑过来问我吗？发票贴完了，当然是送财务室去了。对对对，我现在送去。丽丽啊，充电器带了没有？今天忘带了。领导，你忘了？我们的手机都更新换代了，只有你还留着古董公司。哦，那我们接着来看来。嗯，那个，我来报销胡曼这个月的发票。哎，干嘛呢？你当我是羞于伞啊？立人可取，叫你了你再过来。说，这公司啊，第二大阳光女就是财务包租婆，这个经典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去找他，他永远在看电视。不过呢，我好像听说他跟魏总啊是什么亲戚关系，所以呢不敢惹。曼姐，你要的四风充电器。哦，帮我充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好的。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。这次的项目呢，大家做的都不是很理想，效果非常不好，业绩同比增长5%，增幅不大。但是好的地方呢，是客户的投诉率下降了，所以大家要再接再厉，把不好的地方尽量的给改进一下。我现在想说一下设计部门，我要的设计图从昨天到今天，一直都没有交给我，我一直在催。所以最晚明天下班之前务必交到我办公室，否则的话后果自负。老王，你交给我的设计图我看了一下，整体的色调呢偏暗，跟客户的要求并不太相符，所以你要把颜色尽量给调得亮一些，这样的话客户应该会比较满意。改完了之后发到我邮箱里就可以。行，回头我和他们联系一下。嗯，燕妮，上次交的设计图我让你改进的地方跟这次交的依然没有改进，你把我需要的点都做好了之后再发到我邮箱，好吗？最晚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发到我邮箱。好，我知道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，我们新来了一位新成员，他的名字叫做金灿灿，大家欢迎他。金灿灿，金灿，金灿灿呢？灿灿，还记得我跟你提过大学时候我们班的胡曼吗？就是因为我当了四年副班长那位，他现在啊成了我的上司了。他可变态了，把公司当家，把工作当男人，长期没有爱情滋润，内分泌都失调了。他今天一上来就报复我，居然让我贴发票，当我白痴啊。他才是白痴呢。
你这发票谁贴的呀？贴的乱七八糟的，让他重新贴。待会儿到我办事来拿。金灿灿，你说我让你贴发票，把你当白痴，事实上呢，你连白痴都不如。出去重贴。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摊上大事儿了。你摊上事儿，你谁呀你？这是医院，不是菜市场，说话声音轻一点。你还知道这不是菜市场，他也不是屠夫，他杀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我是这儿的护士长，有事儿说事儿。总算是来了个当官的，我老婆这都8个月了啊，来这儿扎个针2、3次给我扎不上，你学过吗你？啊，你闭过眼吗你？你能不能安静点？你老婆是典型的孕期水肿。血管被埋，没有一个人保证一针下去一定能扎准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他活该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我们医务工作者都在尽职。你是护士长是吧？你要一针给我老婆扎上了，我就此闭嘴。你扎吧。的事情多着呢。老伴，你岳飞帅还是你爸帅？你说。你看。我已经感觉到了，那老婆大人遇到一点麻烦了。嗯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老婆，这是你贴的发票呀！我是长这么大头一回看见这样贴发票了，我也是醉了。哎呀，笑个毛线！你是真的不会贴发票吗？外地的、本地的，分开，餐饮费、过路费、邮票、住宿费。一类归一类，分开贴。不是你们怎么都会贴发票啊？初入职场，谁没贴过2天发票呢？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吧？他侮辱我，他让我一个优秀的毕业生，让一个杰出的全职妈妈去给他贴发票。他胡曼不就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压他一头吗？他是打击报复我呢，他是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你老提你大学那点事儿，啊？我老板也没上过大学，那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不也得骂我吗？骂得狗血淋头。老婆，这是现实问题，他是你的上司，你就得听他的。说什么呢，陆小东？你昏头了吧你？啊，你是我老公还是他老公啊？啊，你帮着他，你不帮着我说话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
上大学的时候你就看上他了，是吧？你真的是天地良心啊！我看上，哎呦，陆晓东，要不是你让我一毕业就怀孕，他胡曼能抢在我前头当领导？笑话，他神气了他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妈妈，什么叫一毕业就怀孕呢？这个问题深奥了，来，妈妈跟你讲一讲啊。你今天上幼儿园有没有想妈妈？想。没有。啊，小没良心的！你跟妈妈天天在一块儿，你今天第一天去，你就不想妈妈了是不是？明天开始不许去了。妈妈，哎，回来了。哎。哎，星儿啊，你今天第一天去幼儿园怎么样？高兴吗？而且我以后还要去。不许去了，才上了一天幼儿园啊，就这一天，他就说他不想我了。明天开始哪都不许去了，不许去幼儿园了。行了，星儿啊，跟爸爸去玩去。我有话跟你说，你跟我过来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星儿，回来路上我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妈问你想不想你，你说想，你说不想，为什么呀？就不听我的是吧？我就不想。呀，行。岳飞跟我谁帅？你帅。行了。人家给你钱，人家就是让你干活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哪来那么多事儿啊你？林凤娇女士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哎，你这心是铁做的吧？谁冷血了？我能宠着你，他们能宠你吗？人家雇人是让你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享受的。哼，你知道你有才能，我也知道，可是那得等啊，慢慢的他们会重用你的。你知道你妈从护专毕业的时候，我在医院呢，我捡了半年的垃圾了，我都没有辞职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你，我得养你，我得养家糊口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现在有星儿了，星儿都上幼儿园了，你怎么这点觉悟你都没有啊？你甭拿这事压我，养家是陆晓东的责任，不是我的。陆晓东一个月多少钱？六七八九千。到底多少钱？七千不到。七千不到，你就一不高兴就不想干啊？你是他老婆，你得帮衬他一点，得赚点钱。哎，我犯得着跟他客气吗？我闺女给他带那么大的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都被你爸爸给宠坏了。我告诉你，星儿啊，用钱的还在后头呢。你看什么看？听我讲话。现在你们三个人住在我这儿，你当然不知道花多少钱了，你的房费你就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嫌弃我了是不是？没嫌弃你。可是啊，小东住在我这儿，毕竟他是住在丈母娘的家里，他不会很开心的。打什么哈欠呢你？听我讲话你就打哈欠。哎呀，打个哈欠都不行。你们以后要搬出去住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搬出去住，你就要挣钱呢。你要是在我这儿哈，我不养闲人。人家上了一天班嘛，人家回来跟你撒撒娇嘛，你还真当真了？哎呦，不就是个工作吗？我金灿灿，我全职妈妈，我都 hold 住了，工作就是小 case， 我玩死你我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，心里有数就好。妈，灿灿，餐厅来电话了，咱们赶紧去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叨叨叨叨叨叨，跟个老母鸡一样。哦，滑！我给您看一下啊，这个门厅这块呢，还有这个饭厅这儿，我打算给您用的是以白色为主，因为以白色为主呢，会显得您这块。这个也是白的吗？对，这块也是白色的，因为它要结构统一，所以设计成白的会显得您整体效果非常棒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楼梯，这个旋转。啊，金灿灿，哎，你下楼去星巴克买两杯咖啡。请问您要什么品种，冰的还是不冰吗？奶不要糖不都要吗？沈先生，您要？啊，我
来杯拿铁吧。一杯拿铁，我要一杯冰美式，不加糖，不加奶。马上回来。我们继续啊。嗯。胡经理，昨天微信的事儿，我跟你道歉。虚伪！我告诉你，金灿灿，你看不上我，我瞧不起你，这很正常，也很公平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如果当年不是你打败了我，赢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，那么今天站在这儿的，就不会是我胡曼。听说当年那个荣誉要是你拿了，你就能进央企了。没错，我直到昨天之前还很介意这件事情，但是看见你之后我就放下了。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当年一毕业就去了一个安逸的地方，过着舒适的生活，我就会变成今天的金灿灿。一个都快30的人了，连发票都贴不好，还要给当年的手下败将端茶倒水、收拾东西的人。我真是庆幸我没有白白的浪费这5年的时间。浪费？这5年我做了一种叫做全职妈妈的职业，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教师、厨师、医生、护士、保洁员、培训员、办事员、陪读、陪练、陪玩、心理辅导师这份职业。1周7日，1日24个小时，没有事假，没有病假，没有年假。你太小看我了，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没有我干不动的事儿，是吗？刚才客户的要求你不是都记录下来了吗？周一给我一个初稿。你是说让我来设计？怎么，干不了？干不了我找别人干。干得了。希望的。主要是呀，这个颜色上海没有，特意从香港调的货，哎，也不是很贵，10几万吧。十几万，你买个牛皮包啊？10几万能买牛的全家了？你能背着牛的全家逛街吗？你这个女人啊，花钱太凶残了，讨厌，没法说你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老规矩呀，拍照时间到了，快，我有事儿。哎呀，灿灿。哎呦。我走，烦死！这，把包要照出来啊，包是重点。你行不行？快，被你看穿。来，行了，什么呀就行。金灿灿，你行不行呀？你走点心行不行啊？啊，你把我脸拍这么大，胸拍这么小，你客观条件摆在那儿了，你飞机场非让人给你拍成大馒头呀？能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？我让你正确的认识一下我啊！来，你看。哎，杜鹃，你把人长成这样，你老公知道吗？你呀，
赤裸裸的嫉妒，赤裸裸的羡慕。哼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些网红啊 ，PS 网络红人，谁没有被黑过？我告诉你啊，越红越有人黑。哎，杜鹃，自从你成了贵妇界的网红之后啊，这脸皮厚的刀枪不入了啊！你就不怕走在大街上人家认出你了？哎，这不是杜鹃吗？啊，本人这么丑。请问，你是微博上那个贤妻良母吗？是。我是你的粉丝。啊，没想到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，还要瘦。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灿灿，灿灿，帮我们照一张吧。哎，我有个工作要谈。我们自拍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拜拜。那你说现在的小姑娘眼睛是不是白内障啊？这本人能比网上还好看啊？小白脸，你这嫉妒的有点明显了啊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哎，新工作怎么样啊？一切尽在掌握。我跟你讲，当过全职妈妈的人，什么工作干不了啊？这点小事，小菜一碟，不错嘛。哎，今天晚上给你庆祝一下吧，正好我在王姐私房菜订了两桌，怎么样？哎呦呦呦呦，怎么一说吃就吐了？怎么了？好像最近加班太累了，搞坏了身体。嘿呦，你不就是要大补吗？我给你来两条羊腿。哎呦天哪，千万别提吃的，我听了就想吐。金灿灿，你不会是有情况了吧？啊？什么情况？你不会是又有了吧？我倒想有呢，我恨不得生一达呢。怎么可能啊？我那会儿怀心儿那会儿啊，整天懒洋洋的，就想睡觉，除了吃就是睡，跟小猪一样，从来都不吐的，不可能。哎，咱们俩那个时间差不多吧？啊？多久没来了？晚了一个礼拜。哎呀！哎呦！妈呀！喝什么下午茶呀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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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一个好事，一个坏事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哎呀，好事。我有。坏事呢？我又有了。哎呀，你还笑？你笑什么嘛？你知道吗？就一次啊，就一次没做错事，我就怀上了。恭喜啊！必须得恭喜你啊！你说我大的刚送进幼儿园，我这小的又来了，我接宠而至啊！这是干什么？人家那么多人想怀他都怀不上哦，到我这儿我一沾都着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哎，这是好事儿呀！啊，不是，那你现在你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你别问我了，反正不是你有什么好烦的呀？那要么就生，要么就打骂。这是个小生命，怎么能说打就打呢？那怎么办呀？哎，这样，我帮你呢，问我的粉丝，我给你发个微博，发个咱俩的合影，让他们给你出谋划策，怎么样？杜鹃，你是我闺蜜，我出了这么大事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发微博呢？我在给你想办法呀。是我姐们吗你？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我肯定在帮你想办法。哎，灿灿你在啊？哎，王大律师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呀，灿灿有个事要找你。什么事？金灿灿怀二胎了，她正在决定要还是不要，你出个主意呗。我没让她出主意。恭喜。恭喜，走吧。哎，不是，老公，那你出主意呢？灿灿，你们家年收入超过50万吗？没有。那你们住房环境怎么样？带孩子的人手够不够？你跟你老公在未来职场的规划有吗？你们有买健康保险吗？
老公，不要这么直接，这很伤人的。你这样，我来替灿灿介绍啊。金灿灿就是一个无业游民，最近找着工作的无业游民。然后他们家陆小东的月薪大概在5000-6000吧，加上什么年终奖啊、什么分红呀，还有什么全勤之类的，可能年薪10万有吧。家里嘛，3代同堂一起住，看孩子，亲妈没退休，婆婆在外地，保姆也请不起，哎呦，只能靠自己，还挺押韵的。我也觉得。灿灿，我觉得以你这样的条件，基本上连投胎都不应该生的，更何况是……哎，不是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投胎都不能生啊？我们家是条件不好，但也不至于穷吧。我们家楼下那开水果摊的，人家一养养了仨，那不照样生吗？不，我觉得你不要看不起卖水果的，我觉得水果摊赚的可能比你们多，真的。老公啊，我谢谢你啊，韩大律师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他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呦，又你们扯！哎，别转了，别转！哎呦，晕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心儿，今天乖不乖？乖。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还能去幼儿园？今天是周六，后天才能去呢。那可是我想跟小朋友玩。你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是不是特别开心啊？对。那你在家里面跟爸爸玩不开心吗？爸爸是大人，他不是小孩子。我想跟小朋友玩。嗯。那妈妈要是再给你生一个小朋友陪你玩，愿意吗？愿意，那是小弟弟小妹妹。还不知道。反正呢，就是小伙伴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我就不要。哼，这都没你的事，别招待。来来来来，吃鱼，心儿，你最爱吃的鱼来了，来。哎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受不了这个鱼腥味儿。你不会真的是？这是不能开玩笑啊！我原先以为你陆小东，你给我闭嘴！什么事儿？老实坦白，怎么个情况？不是，哎，来人了，来人！陆小东开门去。哎哎，小东啊！哎呦呦，哎呦，算了，该小伙小菜，哎呦，空气凉凉的嘛，一起吃点啦！哎，别别，哎哎，这个鱼怎么烧的了？下次教教我的呀！教弄教弄，哎哎。玉，哎，把正事忘了，灿灿，居委会让我给你的二胎准生证。灿灿妈，恭喜你哦，又要当外婆嘞，老开心啊！哦，我们老头子等我回去烧饭呢。哦，这位，这位啊。哎，好，很好啊。再见，再见哦。不是妈，这个事儿吧，你听我解。怎么回事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想工作，你不能这么做啊！你这多卑鄙呀！你想，我卑鄙？我办这张证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受了一肚子的气，我就觉得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呀。我一气之下办了这张证。我要真要想生孩子的话，我这几天加班，我干嘛非要喝咖啡呀？是不是？那很多事情意想不到的嘛。那谁知道她真的怀了？你骗我，你有什么好处你？我没骗你。再说你要怪你，不能怪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生不出孩子。你要怪你怪他，我跟你讲，上次他猴急啊，你在孩子面前你说这个你。小东啊，你给心儿吃饭哈。你给我进去，进去。哎呀，宝贝儿。你知道刚才那阵儿啥意思吗？不知道啊。就是你马上会有一个小弟弟小妹妹，你喜欢吗？我不喜欢。那你高兴吗？我不高兴。你还吃得下饭呢？我吃不下去。嘿，要不咱俩喝点酒啊？嘿，我不开心。
么么哒，每一天压力山大，上班打卡还贷要加，钱总是不够花。么么哒，520-1314再拥抱一下下，我就满血复活。想做回